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啊！你们有看到身后呢？啊，这个地图一片空地，看见了没有？啊，我们今天要来禁滩哦，不是啦，我们今天没有要来禁滩哈，这个方舟也不可能给你禁滩啦。好，我们今天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入侵了我们这里？是新的东西吗？哎，还真的呢，啊。我还没有讲完，这个东西就出现了。我这边呢，跟各位稍微讲解一下哈。今天为什么这张地图呢？所有的恐龙都不见了，原因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我们这个普利亚模组呢，老头把它拔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它已经很久没更新了。虽然它带给大家各种惊喜、各种惊叹，但是呢，它已经过了好几个月没有做更新了，好像吧？哎，没有一个多月哦。那我觉得说。看来应该也是没什么内容可以做啦，那老头呢就去工作坊再去找其他的模组来玩。那你们也知道嘛，方舟这个游戏它的地图不能分开使用，就好比说现在方舟有五个地图啊，那你这五个地图呢分别就只能塞某一些模组，之后就不能去用别的，就有点类似说不能像 Minecraft 一样啊啊，比如说 1.12 版本然后开两个 1.12 版本不行。哦，这个方舟现在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呢，你地图有限，所以说呢，我就只能选择其一，把某一些地图不要的给它拿掉。哦，没有办法说啊，哪天我想要回去普利亚模组了，然后我再回去是可以啊，只是很麻烦，你要备份记录档才可以。哦，就很麻烦，它没有办法像 Minecraft 那么轻松啊。哦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就选择性把普利亚模组给拔下来了啊，各位，我们怀念他啊，我们也不要去想说啊，老头这样子好残忍，有什么好残忍的啊？难道你们要照三餐喂他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我又没有把你宰来吃了，他这种感觉就有点类似叫做搞屁事的那种感觉嘛。啊，他不想理我。好啦，所以说我们这次抓到这个模组啊，讲到有点换不了气。我们这次要装的模组呢，就是叫做什么，四足怪物模组哦。哦，老头会装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它里面的怪物种类好多，而且都是偏向于希腊神话那一方面的吧。啊，反正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怪物模组到底带哦，从中带了什么料给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已经看到前面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了。啊，望远镜在哪里？嗯，啊，我望远镜嘞 ，Hello， 我的望远镜去哪里了？啊，在这里。哎，怎么有两个望远镜？好，我们拿一下望远镜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在跑的东西是什么。好，各位看见没有？等一下，这只好像是某个动漫里面的人物，是不是？他英文名叫 Cat， 啊，这又是虾米蛙哥？哎呀，为什么嘟嘟鸟的图案，然后长得像小恶魔？你看这个。这也太卡哇伊了吧！反正就整个很神奇就对了。啊，还有一只跑去哪里了？啊，反正呢，老头就是装了这个模组哦。那装了之后呢，会多了很多奇怪的东西。我们要一个重新的冒险。那老头一样会把这一集做分类，好不好？你们就慢慢的观赏吧，看一下我们今天能抓这些什么东西啊？像这个，哎，刚刚有一只好像跑到水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他是往水里跑了。刚刚有一只啊。白色的没有什么注意看，还是说就是这一只，只是我一直以为是白色的这样子。啊，那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小恶魔，他们会主动攻击吗 ？Hello， 你好，靠近喂食。照理来说啦，照理来说，它这是嘟嘟鸟的样子嘛，应该就是靠近喂食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它没有显示靠近喂食，把你射晕好了。哎，声音好可爱，可是这模组做的有点烂欸，这模组怎么那么丑啊？啊，算了，你吃果实吗？这家伙吃果实，然后瞬间站起来，然后呢，我还可以把它捡起来，就把就是嘟嘟鸟的一个样子就是了。恶心的家伙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？把你丢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那这个嘞，可爱的小猫咪啊，你就只是套上模组，不知道是哪个生物改出来的。喵喵喵喵。好，把你带走一个。嗯，你吃喽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你起来了，哇，这是嘟嘟鸟模组做出来的、啊，你看，哇，小卡哇伊的猫咪，好、哦，还长胡子的猫，你们看过？第一次看到长胡子的猫有没有？好，好了，丢掉。哎、欸，你出现了，
我在讲说你去哪里了？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快乐马？这什么鬼生物啊？麒麟 ？Hello， 射你的肛门。Oh yeah， 我来看看。我觉得这个像马又像。像马又像独角兽，我觉得做的有点丑哎、欸。说真的，我还觉得方舟的那个独角兽还比较好看一点啊。你们不要跟着我嘛，好不好？你们别跟来嘛，好不好？哦，都是一个就站起来了。而且这个模组啊，哦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模组没有工作坊啊、哦。照理来讲，这种大量怪物模组都是会有工作坊的。可是老头稍微查了一下。没有看见工作坊，所以说他好像单纯只是把新的魔物、新的怪物加进去，然后全部都好像是用肉跟果实喂食，就很简单一贯道这样子，没有像说什么用工作坊做的饲料啊这么的麻烦之类的。然后这可不可以骑上去？哎，可以骑哎、欸。哦，然后忘记关脸书了，等我一下。I'm sorry. OK. 哎，可以骑。哦、我想说我会负重哦，快乐马，马尼亚波尼，马尼亚波。等一下，这个跳起来居然是四只脚不为所动的跳跃。嗯，我已经开始怀疑这个模组的品质 O 不 OK 了。哦，它的右键是可以干嘛？哇靠，脉冲波，只是动作很慢而已。可恶，我要对准你，你死定了，打不到啊。我跟鸟啊，哦，射门得分啊！这个是来个射门得分啦、啊，嫩，我还扎到自己，他跑掉了。你攻击也太慢了吧？可是跑很快是真的。啊啊！好，不玩了，玩腻了，换下一个。好的。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，要吃一下肉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终于要去外面的世界了哈。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啊，新生物长什么样子？啊，各种稀奇古怪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啊，尽在我们这个方舟世界拍卖。啊，我们好像已经看到右手边有一个会走路的东西了，然后那颗是什么？什么都是小生物啊？眼球，眼球大哥。哎、欸，有兽人欸，那个 ORC 是兽人，然后那个是 Monster Eye， 怪物眼球。哎、欸，你想偷东西啊？偷什么东西？滚！在那边乱偷。我看一下这个眼球大哥，嗨，你好，我要对他，哇，他对他射出白色的黏液，你这样很母汤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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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哦哦欸，这我的，这我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白色黏液，给你吃一个，这感觉像是吃肉的样子。拿去大腿肉，好，站起来了。那你能干嘛？这家伙不能骑乘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兽人要死了，不，兽人，不。兽人，兽人永不为奴。啊，兽人，兽人去了，走开呀、啊！干，走开！表面自不量力哦，我跟你讲真的哦。我把这眼球带回去好了、啊，没什么太大的作用。哎、欸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完蛋了，我想按到不该按的。哇，我的乐剑消失了，各位抱歉哦，重开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回来了哈，我们刚刚那个东西消失了，就下面那一排界面莫名的消失了啊，这个 bug， 来把我们带回家。好，我们继续找我们的兽人，啊，就这样子往生了。不过呢，以后一定有机会再相遇的，啊，我等你千千千世。请你回来吧，兽人。这几下棉花哥，你看，每到三至五步，前面的是兽人吗？啊，三至五步一个东西，哎、欸，装僵尸？那不是zombie，他是zombie哎、欸。我刚才还想说是我发音错误，应该说应该不是叫zombie吧？
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 ？Oh my god， 素人啊，他是用星星模组做，你看这脸啊，他的脸一愣 ，What the man？ 啊，走路超嘻哈的那种感觉 ，What the man？ 啊，可我对那素人没兴趣，先从你开始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是死神吗？啊！不要追我，我怕。冷 ，good，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，应该吃肉吧？这家伙，啊，假喷啊，站起来了。他叫做黑暗豪尔，好的，我不会练，抱歉。然后呢，你头上插一支针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隔空的。啊，这是用什么模组做出来的、啊？这个是用哦。这是双极龙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一种双极龙做出来的、欸。然后下面为什么有一只红色的双极龙？我模组都除了这个之外没有装其他的啦。为什么会有存活？干什么东西？打啦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打200多。然后可是我没办法骑你呢、欸，你这个也没有安脑。好吧，死神大哥，先回家了你。乖乖听话，好不好？乖乖听话。啊，然后那前面那只红色的好奇特哦，第一次看到像阿法，然后但是又不是阿法的双极龙，而且原本正统官方是没有阿法双极龙的。你看一般的双极龙是要长这个样子啊，太奇怪。我们去看前面那只张比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怎样喝醉的醉汉吗？喝醉的醉汉，为什么他的动作让我想起一个国外的一首歌？他的刚开始走路也是这个样子。哦，好啦，人形僵尸是不是？嗨，你好。Oh my gosh！ 别！凶屁哦！来吃肉，好吃哦！站起来，各位请。啊，也对啦，这个是以双极龙的模组为范本，所以说他们都不能骑，远远看而不能骑上去。好，你看，而且重点是，这个张比的手也做得太长了吧，比例完全不对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要做僵尸，你比例也要做足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嗨，你好，窃蛋龙，啊，张比回家吧。哎，这个模组，哎，说真的，这个怪物模组啊。它的更新只有到2017年12月哦，我必须要讲啊，哥必须要讲，直到12月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它的这个内容庞大量可以足以拍好几集，所以说呢，老头还是拿来装了。虽然2018年没有在做任何更新了齁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些内容还是可以拿来拍的。然后从我这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完全不会想抓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咬死给金属，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我们找点大的东西抓好不好？不要老是都是小的，好吧？我们这次，飞这里看一下好了。等一下，这又是什么？恶心欸 ！Oh my god！ 别过来哦！你别过来哦！哇，给1000多个树脂哦，以后就不用去插树干了。恶心的脏东西，嗯，怎么用恶心的脏东西？我觉得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好了，咱们去空岛好不好？去个空岛好了啦。这个地方没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要找大生物就是去空岛。啊，跟着老头走准没错。来来来，感觉有东西可以玩了。我们来看看，嗯，我下，哎、欸，有、哦，你看，这什么东西？迪亚布罗睡的堕天使吗？嗨，你好，哦，很帅嘞，天使兽。他是用那个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还蛮多的，说真的，把它射下来看一下好了。他不想理我。哇，他晕倒了，还蛮帅的啊！这边东西实在太多，我消化不了啊。我们找时间慢慢一个一个看好不好？这家伙 low， 好，站起来了，可不可以骑？重点，为什么都不能骑啦？哦呦，
还蛮帅的啊，打啦！哦哟，破坏死光哦哦，这个挥剑可以，还蛮完整的，感觉有点像圣骑士、天使兽。来跟着我 ，Look at me！ 啊、哦，要跟着我了，帅气！前面那什么东西好多、哦，这什么 ？Ogre！ 这个是独眼巨人吗？嗯，哦，没有，吓一跳。哇，这个这King Bug Bear 啊、哦，漏洞之王，我随便乱讲的。我靠，什么东西是爆炸？哇塞！我有没有看错啊？那些棉花哥小，刚刚那个凸起来的什么？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石巨人？恐怖的世界啊，真的等着你的。啊！恐怖的世界真的你，这是什么？恶魔 Diablo， 好像 Diablo。嗨，你好 ，Hello。哇，好多好多月月跑来跑去啊！啊，他跟着我的吧，没错。Hello， 虾米蛙哥，谁打我？哇，打他，砍死他。所以，那这蚂蚁就不用理他，我们打这个好了。啊。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核心方块啊，貌似可以抓，一样是可以抓。它是什么的？怎么又是双棘龙做出来？全部都不能骑，它是懒得做动作是不是？哎，我被打了，打死他，没错啦，就这样打死他就对了。哎，打他，把他打死。哦哟，这攻击很可以，砍爆他。好、啊，蝎子来了。砍死你，砍死你，砍死你，非常好。刚刚那只很大只的那也不 OK 啊！哎呦，恶魔大哥，哎，好帅哦！可他手好长哦。嗨，你好，东西实在太多了吧？我的天啊！带回家，我已经不知道该从何看起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们两个哦，你们两个过来了。哇，这个也帅！弄死他，快点快点！我要这一只恶魔哥啊！谁从后面捅我？哎、欸，这家伙被晕眩，居然是很痛苦的一种方式呈现。哎、欸，好帅啊！这个动作可以拿起来。好了，你已经是我的仆人了。一样是不能骑，他是这个是不是那个、啊？那个什么沙虫模组啊啊都不能起身，这太可惜了。来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打啦！发出你的攻击，没有错，把他虐到爆就对了。哇塞，把他带回家，带回家，全部都不能起，没有什么意义啊。不过我们现在的人数越来越多了，很可以。为什么会有决裂者啊？为什么会有决裂者啊？奇怪，我记得我没有装跟异变有关系的模组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快死了、欸！我讲真的。好，你们先回去。来，召唤我们的狮鹰兽来吧。哎、欸、呀，我们的狮鹰也快挂了。我们再往上看一下有什么。真的，而且这个模组里面的生物高达138种的样子吧，不过我觉得大多数感觉就烂，那个就是乱充数的，你知道吗？乱充数啊，没有一个真正的，应该是说这模组随便套一套吧。你看像这个什么血之女皇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血之女王，你想干什么？哇，哎，我中了什么瘴气吗？他这是用飞蛾做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全部都长一样，都是同一个模组录出来的、啊？那、啊、这瘴气什么时候消失？哎、欸，你看妹子、欸，哎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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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吃吧，啊，然后不能骑，打啦，射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射啊？打啦，水，水，水，哈哈哈哈。妹子，可以跟你要赖吗？看来是不太行的，传回去吧，这才是重点。
你不要乱跑！你为什么要乱跑？我把我们那只给传回去了，该死了！来回家，然后把你传回来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看看前面有什么，很多看不懂的东西。这是聚合里天使大哥，哎呦不错 ，Angel， 天使骑士。哦，这边真的太多东西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今天要先结束这一集哦，我们还是到时候再慢慢的玩吧。那东西真的太多，一次要把它全部玩完，其实还蛮耗时间的。你们看，这些棉花哥啊，没关系，之后就有的看了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哈、哦。那很可惜啊，都不能骑，应该是讲说他就是把同一个种类的模组，然后呢，全部只是换上 skin 而已，但是比较觉得特别是攻击模式不一样，不会说什么普通轻轻打一下啊，像是还可以发出光线啊什么之类，其实算不错啦。我觉得要可以骑才好玩啦，那不能骑其实有点小小可惜啊，说真的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那这个下一集的话，我们会去抓刚刚我给你们看的那一位啊，那一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很像犀牛，又不像犀牛的东西。好吧，那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黄加帮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这个怪物魔图再见面了，拜拜。